林就假货、啊，我就一首，心有独钟。心有独钟谁不会唱啊？真的有人不会？来，韩主来唱一下。单单为你心有独钟，当因为爱过才知情多浓，痛到把梦在心中，痛只是感动，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。可以唱那么多，对啊，他感觉好像也有资格可以做过去。我还准备了很多别手来，你看我刚才讲的《倩女幽魂》，然后还有那个，等一下，你觉得你有可能把他的位置夺走吗？我觉得有可能。来了来了，要争夺，等一下坐过去也要哭哦。冷门歌我还有一首别的，我等等，你说就是。不是主打歌，对对对，就是不是主打的，我们可能都不知道，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你讲出来，黑色领带，等一下，黑色领带你喜欢吗？我喜欢，你知道谁写的这个歌？你们没听过吧？我没听过，那个是 Beyond 的阿 Paul。哦，真的？对他写的。哦，黄汉中。你会唱？对啊。我不相信。黑色领带。等等等等，啊，正常声音唱一遍，请。哎呦，可是我粤语版我不会唱。然后呢，黑色领带。有解开黑色领带。对啊。是这烟会激狂的。就是那个旋律。可是你刚刚他刚刚在唱的时候，齐豫在旁边也会哼。哇，齐豫会唱吗？所以你没有赢他哎，你再一个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再想一首更艰难的，朱祁不会的那种。啊。可是我真的很爱的是那个我比谁都清楚，因为以前那个谁学生时代没有比谁都清楚。齐豫会唱吗？当然了，我都会。对啊，嗯，过得好幸福，所以大家都会唱。比谁都清楚，这首就是，可是那个也是陪走学生时代的情商必听的歌。所以你有去参加陈晓东的任何签名会或是什么之类的啊？我高雄人，我又不能来台北。我学生时代的时候，我在高雄。真正的追星族是一定要见到偶像的。对。好了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。两个男生竞争。来，一人一首好了。我们的化妆师。化妆师。美妆师。因为其实先来一首，就是我们小时候以前就是想往化妆这条路走嘛，然后不是，就刚被讲掉了。你是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化到陈晓东？我其实应该是这么说，就是对，没错。我就是想化成这个前给观众前情提要一下，因为刚刚在开录前，晓东哥稍微在认识我们大家。没错没错，晓东哥就有马上发现我们的微风是美妆师，美妆师，对，因为他的妆，你觉得他的妆容都会分区域很 detail， 对对对，怎么会知道的？你看，就是因为我太细致，所以被发现了。所以你的梦想一直都没有成真，因为你没有画过陈晓东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这第一次，我觉得近距离接触我已经很开心。那如果最后晓东哥就说其他眼影或眼线上面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如果今天现场你愿意让他帮你稍微刷刷个腮红吗？吸个油在吗？吸个油。哦，不准！哎呦，那你什么事啊？你以为我想当化妆师吗？你以为我是他老婆？对啊，贝尔不准。不是，你是什么奇怪的气势啊？手还跪在旁边，什么气势？什么正宗的一个？继续做。虽然没有画到陈晓东，那你还是很爱他。非常爱。其实我刚歌是被讲掉，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，大概。国小接近国中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是录音带，我记得我叔叔开了一台喜美三门的，然后 K6 还 K3 这种，然后就很帅，然后那个车很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都会在上面放心理游戏，所以你远远听他回家的时候听到心理游戏的前奏，就是他到家了。因为我叔叔有自称为宜兰陈晓东，我为什么听你？我完全不真的。你叔叔对啊，你叔叔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，是因为我买了这张专辑。要么就是你的故事，我们还勉强听；你叔叔的故事，我们听。没有，因为我要讲好长哦。我是受叔叔的影响。小东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节目很废？竟然还要勉强你听一个陌生人，叔叔一个化妆师叔叔的故事，你的笑声很精彩，很远的。对啊，没有很帅，所以我买了一个专辑，我叔叔跟我借，然后他就没有还给我，他因为他很喜欢晓东哥那个时候，因为我有他的故事了。哎，这个故事不行是不是？当然不行，这个故事只有你买了晓东哥的专辑，但其他都是你叔叔的事。啊，因为不是。你为什么不讲你喜欢他的事呢？是这样，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看朋友推荐，因为我记得应该那时候是卡带，然后我听到这首歌《我比谁都清楚》，我就去买。买的时候我记得那应该是我买的第二卷录音带。第一卷是谁？第一卷好像是我叔叔帮我买的。你说，你叔
你不能关心一下我叔叔吗？对不对？只要你叔叔，你就完蛋，你就滚出去，就滚出去。你们这节目好严苛哦，又是当化妆师，不准再讲亲戚，压力很大。我就喜欢我比谁都清楚嘛，对不对？讲你喜欢就好了。我很喜欢这首歌，所以那这首歌我那时候也练了蛮久，也是算音乐的启蒙。那时候还会学小朋友唱。那你当时有没有幻想你在唱的时候就是跟陈晓东一样帅？我一直都希望往这条路上面前进，后来发现不可能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太帅。许瑞两首。因为我是来自台湾东部的代表阿美族的。阿美族。对，然后我必须要跟你讲，因为阿美族的。对，因为你的歌曲有一个叫《心理游戏》，它在部落非常红，一直到现在呢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。部落非常。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卡拉 OK 是投币式的，对，就是大家呢都必须要点你的歌，你的那个歌呢现在还在排行榜上面。现在？对，真的。哇塞！还在排行榜上面。因为你刚刚讲，我真的鸡皮疙瘩。因为你说心理游戏呢，它就是有那个恰恰的元素。嗯。因为我们有一个舞蹈呢，叫做阿美恰恰。哦。我们怎么跳？我们每次到心理游戏的副歌的时候，都会全部就会变排舞呢。教我们。阿美恰恰。真的假的？鸡皮疙瘩。阿美丢在演唱会上面。对，我刚刚就想说。天哪，太新。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教一下，教一下，学院教怎么跳，怎么跳？要不要的？不，没有，我刚刚不用腰，简单的，简单，简单，蛮简单。好，就让 1 2 3 4，然后一个走走走走，四方格，恰恰恰恰转圈，恰恰恰恰转圈，就这样子。副歌完完全全在上来一次，上来一次，上来一次，我记得大部分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刘总记不起来。就让我，我也是，就让我爱你，对着那那那那那那那我爱你，对着那那那那那就让我爱你，对着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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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repeat。哎呦，你可以吗？哎，好像 OK 的，我跟着你们一起跳，真的吗？一起壮观的，有人会，有人还不会吗？要不要再练一次？好，再练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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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会的。因为刚刚其实没有人说不会。我跟你讲，干嘛就画圈圈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子？就是你知道，你看出来我记五步记了，就是有那个很有九零年，因为九零年代大家不是这样子吗？对对对，你画圈圈的时候还可以这样。哦，真的，对，留一下，留一下，头发留一下，对 ，OK OK OK， 就是要很美，再慢一点哈，再一次 ，1 2 3，就让我爱你，愿知道我多喜欢你，让我爱你，再下，全然的心，就让我爱你，错过了彼此的感情，这世界已永恒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你，让我爱你，爱没人能比，就让我爱你，错过了彼此太可惜，这世界已我和你要在一起永远的。好厉害，都对吗？你们两个结尾要亲一点吗？对啊，我们是老艺人，怎么样？挑战的，他们 OK 吗？他们应该这样单独跟挑战吗？嗯 ，battle， 你觉得他们记不记得？韩叔先让李维峰啦，为什么？韩叔跟李维峰两个，李维峰记不得啦。韩叔李维峰，学瑞一起好不好？他不行，他为什么？我你要看他什么减肥训练班呢？对啊，美肉他都跳，突然哦，好了。很不高兴了，然后现在在看我们两个在这边跳舞也很奇怪，所以你起码你要站中间。好，对，哇，可以。那你不用跳，我不用跳。那他们俩跳错怎么办？
你要跳互赏巴掌、啊、你不要一直在往后。那可以啊，互赏。那可以，那我就我们直接打好不好？不跳了，直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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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啊，直接打好不好？可是打完要这样，对，要，我绝对送你们这个。爱你。OK， 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来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跳错就要被陈晓东弹额头 ，OK？ 好好好，幸好，我很容易耶，经常好，好好来 ，Six Seven， 对，就让我爱你，你知道我最适合你，让我爱你，爱你难人比，就让我爱你，错过了彼此。太可惜，这是天意，要和你要爱到叫人妒忌。好，来麻烦两位排队，先谈韩剧。嗯，非常他完全乱跳，完全乱跳。韩剧你这么烂，你会弹额头吧？这样子啊，我会唱倩女。香港人，香港人会这样玩这个吗？哎，很少。那你们玩什么会痛的？打巴掌，啊，弹耳朵，啊，弹耳朵，弹耳朵，弹耳朵，哦，哎，那你耳环我先拿下，小心哦。你要怎么脚掌风是不是？对啊，弹可以，可以啦，用力，你不要跟我这边假用力。奇遇想不想被弹耳朵？哎，他们试一下玩游戏是直接就来了，所以他 OK 的。他们都打巴掌，好了，好疼，是吗？不准碰双温柔，真的，好，我们 sorry， 不准双温柔。好，请问 Maggie， 我很雷什么什么？你看我连这个都讲得出来，是是是，对吧？是是是，什么你也没讲啊？什么什么？你看懂歌词里还有？你们有所不知道，因为这个 Sorry Maggie 是我歌曲里面的一个独白。嗯哦，风一样的男子，风一样男子啊，对对对，因为那首歌其实歌词有点。有点渣，嗯，有点渣。早餐做好，衬衫烫好，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，就是也许我是天生习惯自私。哦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对白的 ，Sorry Maggie， 我真的很想再到外面再去看一看。哎呦，那为什么叫 Maggie 啊？不知道他们写的。你 Maggie 是谁？我以为 Maggie 不是 Lisa， 为什么不是你当时女朋友的名字呢？没有，他们就这么写这个稿，他们应该是写一个剧场版的，这么去设计的吧？嗯，你不用推我过去，因为其他人额头还没有。耳朵，我想要这一段不是过了吗？没有没有，那我刚刚有跳对吧？完全乱跳。OK， 好，对不起，拜托，男生不用客气。好，哎，好啊，弹。好温柔啊，有点动心的感觉。天啊 ，S 弹呐，好棒哦 ，S 弹他，你知道我们，你知道我们节目就没有效果。不是，他就很温柔啊，那不然小东哥你再弹一次，我来，你再弹，没关系，你再弹一次。好了，啊，好痛哦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不行，这个戏演的挺好。这样不行，你们这个节目到底想要怎么样？我们希望你耳垂脱落，连弹三次。我现场把手指弄断，好不好？你对他很温柔，是因为他现在要演唱你的歌曲来呢，你会开始怀疑你当时猜他的职业是不是有猜错。嗯，对，因为他会很深情的唱你的歌。哪一首叫最佳男朋友？哎呦，比较可爱。哇哦，准备好了吗？ OK， 唱不好的话怎么办？唱不好的话我就把手指掰断。给你嘞，到底要干嘛？这会不会留下什么血腥的节目啊？到底要干嘛？说有太多女生在我的左右，她们对我太温柔，穿的衣服太讲究。你知道有时候你不在我左右，但我天天打球，对着电脑做研究。
他们对我好，你不用吃醋，应该为自己骄傲。越多女生喜欢我，靠近我肩头，越能证明你拥有最佳男朋友。假如只有你爱我，做我女朋友，当然足够，可是没有理由呀。谢谢。Hey. 最佳男朋友。最佳男朋友。哎，我会仔细看这个词。嗯，也是在写一个渣男、欸。对，是是是，是吗？是渣男啊！是是靠近我肩。对啊，越多女生靠近我的话，你要感到很骄傲，很多人爱我的。对啊，男生我这个很受欢迎，你要开心啊。可是当年这个歌也特别粉丝特别喜欢，因为他们喜欢你，就是喜欢你的歌嘛。那也是。他们怎么不可能说陈晓东是个渣男？这样讲啊？不会有。觉得怎么样？拍子感，那音准都抓得很好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所以你觉得唱的歌曲那个感觉也很好。所以在美妆界有这样的歌声是不是很难得？应该是，应该是，因为他平常都是边化妆边播你的歌。对啊，在你的家。他们对我太温柔。对，所以你还是先坚持他的职业是美妆师。会不会有改变？你觉得唱完这个表演之后，小东会不会觉得说我可能有没有？原来他除了彩妆，还有人还只会唱歌挺多。没有要放进彩妆这一块，他这个就是一生学姐，你在我身上鼻影不要打那么重了。口红，你今天什么色系啊？为什么那么红啊？我有跟他讲过，他说你不是想要红一点吗？我说可能就是人不够红，所以口红。你这边这一块也打了红色了，还是有吗？有啊，你打什么腮红啊？那我的化妆。那我你双眼皮有刷一点 shadow 对不对？有，眼影也画啦，唇膏也有，有啦，那都有啦。请你们不要就是对化妆师的技术品头论足，好吗？是不是？没有。反正小东说了，在美妆界有这样的歌声，这样的音准。很厉害，美妆界第一把交椅，谢谢小东哥，所以非常感谢，謝謝我会继续加油，再来，化妆加油，化妆加油，谢谢大家，我会继续加油，希望有一天你成为陈小东，好，我会努力的，拜拜，去哪里？拜拜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叮叮小铃铛是我要讲，开启小铃铛哦。